young thing doing that dance. Please just take my hand. I just happened to pass by you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好白啊！天哪，我刚声音是不是复古哎？我要温柔一点。我好白哦！对，入春以来第一次穿裙子，但其实里面我有短裤。你把人家小朋友的东西撑坏了。一个文盲网红。我觉得这个字一定是念科，青科。对啊，青科，这是科。是念果。啊？继续。吃完了这个冰，然后两个人瑟瑟发抖。看到你有时候说话这样。对。其实一柜子都是，然后写着断货网。我听了你的推荐去买了 Zara Home 的香薰，简直那个香味扩散的太厉害了。还是哪一款？我不知道，但你是你推荐的那家店。那香味也有很多，你要买我推荐的那个香味。哎呦，身上有点臭。To what we do, and we take two steps left, and we take two steps right, and we can snap our fingers and just do it all night, and you can cry. 我希望等我老了也可以有这样的感情，不离不弃。好羡慕他们、哦。你想象你这么老了，然后那老头还跟你吵架，你脸真小。我们终于到了。这人好多，在干嘛？去当主播吗？不是吗？哎，这都戴着小红帽的那个大妈大叔，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买个小红帽融入他们？晃得我都看不清屏幕，但是这样好美哦。这边有太阳光吗？对啊。我感觉我跟我男朋友来这边逛街一样，你看我还挽着你，我觉得我白得像吸血鬼。天哪！哦，这样好美哦。支持国货，我也很喜欢这种店，特别的精品。超，这是有谁在里面脱鞋了吗？我们两个刚刚进去之后，两个人脸色不约而同立刻往出走。25块钱的蟹黄汤包，我们来看看它好不好吃啊！真的有很多汤哎。里面真的都是空的呀！我现在来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个卖25块钱的一个蟹黄汤包里面是什么，来，看到吗？全是空的，空洞，空的。第一次见到有东西比我的内心还要空洞。大家别买啦，里面不好吃。不宜儿，不宜儿，你看这个人身上的阴影，这就用到了美妆里面那个打修容的手法，对，这样子看起来就非常的立体。这个人是孙悟空，黑色头发的，那这个人是谁啊？孪生兄弟还是？就说你刚才在直播，今天作业写完了吗？啊，我好累啊！跑起来。耶走，请你吃。为什么它这个薯片这么硬啊？我吃的都是软的。你掰一个我试试。
陈奕All throughout the night、oh, with that、wow. mini skirts, four inch heels, talking to ten guys. See, I ain't with that. 啊？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好累哦，坐在这里才觉得好累。看一下，我的脚丫子好痛哦。你累不累啊？我还好，我能逛。面筋、大鱿鱼、大香肠、臭豆腐，想吃哪一个？四选一，快点。都不是很想吃。都很想吃。好累啊！今天我们在南锣鼓巷的逛吃逛吃的一天还算是比较圆满，除了一些比较难吃的，像那种什么汤包啊，然后还有我一直想吃那个旋风土豆也很硬。拉着一个男生，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对，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扁平足，所以逛街是我的弱项啊，所以以后逛街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叫我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喽。开心啊，你看你现在说开心的时候都很疲惫，眼睛都快要闭上了。谢谢你带我们吃了这些我根本不会满足。